個世界上突然間出咗一樣嘢叫做偉哥，有咗偉哥，啲男人就唔使再奔波。你俾翻我老公啦！你俾翻我老公講啦！我唔緊。俾翻我老公啊！俾翻我老公啊！俾翻個仔啊！俾翻個仔啊！有咗偉哥，70歲嘅老人家都可以開波。所以醫生話啲毒原則上俾我卸曬嘅啦。你好小事嘅啫，啊！伟哥，你个大仲大过我嗰个。有咗伟哥，大家可以放心睇波咯。估唔到新界啲酒吧都几有 style 嘅。系啊，呢度几靓。但系点解喺度咁多弱智人士嘅？佢哋唔系弱智，佢哋咸湿。有咗伟哥，大家就再唔使唱有心无力呢只歌啦。系喎，点解成个教嘢教鬼咁嘅？咁你帮帮口啊！老爷，你唔好强奸我，唔好强奸我！而家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。你老婆翻嚟啊？哼，我使乜惊佢啊？如果翻嚟，我仲要同佢一齐两个人俾我搞啊！当有人食嘢啃亲嘅时候，我哋就帮佢做腹腔啦。就用你的手指公放在对方的腹部上面，是这样压下去压下去，你明白吗？一个男人一生之中只有6至1公升可乐而已，我那6至有排洗啊，你现在用了5至有10%了。唉，死了，真的这次不吃伟哥了不行，但我是扑不到啊，早啲出声啊！我有啊！我虽然唔食得一粒粒嘅伟哥啫，但我揾到心灵上嘅伟哥啊！做乜鬼嘢啊？副计都唔得，行啦，翻屋企啦！我有办法令你开翻工。我啱啱落嚟呢度，避一避条蛇，走去村长屋企后门，有条女扑出嚟，一收除咗个尿布，笠住就啫，我俾佢强奸咗啊！所以话，一个人食几多着几多，真系整定。原来每个人都有佢嘅伟哥，我嘅伟哥就系安仔啊！细佬，以前大佬真系对你唔住啊！男人虽然天生咸湿，但系绝对不能成人之危，咁样唔系风流，咁啊下流！咁多嘢讲做咩啊？抌佢！